那我可以看得到这边，好像这个是在花肯本来想要帮女儿做的，这是个小外套，这是还没做的，那个裙子后来那个改成另外的样子，这个衣服还没做，然后有可能换斗篷啊什么的，常常我就在换，这是帮这个外甥女做的。一个裙子，啊，这是帮妈妈做的衣服，这里面有几样，这已经做了。妈妈的，这也是妈妈的。这个是要做一个餐袋哈，样子画好了，但还没做。这是一个帽子，拼起来，这也是个帽子的样子。这是一个帽子，还没做。啊，这是一个枕头，是一个狗的枕头，我已经做了。这是我的裤子，在做了。啊，所以后面有个纸样。好啦，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玻璃露外套。这个我做了两件，所以这个有一个红色笔的一和一个黑色笔的二。然后这个是往外，它的前片是这样，另外一片前片是比较偏这样，就是前片比较大一点，黑色的，有两件。这个是给妹妹的裙子做好的，你看后面有纸样，好，你看这也是纸样已经有了，这个是一个红色的，这叫吊带哈 ，yoke， 一个长裙，这件妹妹也很喜欢穿。好，这是有一些尺寸留下来，好，这是一个圆裙的，好，这件外套也做好了，不过当时这个纸样留的是不是很合太大，不过这个衣服是做好的。然后这个是兔子吊带的兔子的纸样，也是自己画的。好了，这也是一个礼服，格子礼服裙啊。这个是我第一次做公主剪裁 princess cut 的样本样子版型。这个是想做还没做的，不过我也画了一个样在里面。这个后来这件衣服这个背后的挖空的这一件，后来是改成有一点点小袖子的样子，不是这个背心型。这个是一个海军衣服，已经做好了。这个是完全没画样子的，没有样版型，没有纸板，直接画了这样我就做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哦，这件衣服也做好了，里面只有一张样子，就是这个部分，其他的就是直接剪布就好了。这个没有做。好啦，这个是这个做好了，啊，觉得稍微太合身了一点。啊，这个是想做还没做的。这个是帮姐姐做的衣服，做好了。好了，最后还有一个，那天找不到这是什么版了，后来才想起来是儿子的制服的版型，呵呵，所以也一整本了呢。